我都講下，我覺得原因點解我能夠處理到呢，因為我是很接受人的罪性的，但我不是代表我看到人都是衰的，我包括我自己接受我自己的罪性的， 我知道我是有罪，我知道人都有罪，人都會有時的說話不小心 會做一些即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說話，即我自己都會有時有些激氣的在裡面、所以我見到呢我又不會很驚訝，有人對我說一些說話我又不覺得很驚訝，而是我呢是、又很信神是愛我和看重我和去掌權的，所以我就不覺得人是會真的傷害到，而最終神是會成就他的計劃的，所以我裡面很安全，很安全感，所以有些什麼人說什麼說話不好聽，我不會放在心上，不會覺得什麼這麼大不了的事，所以個心即也都經過長時間處理，因為很多次很多很多，因為做牧師呢是多過普通人的，因為為什麼呢，即有時有些人會無論直接間接都會告訴我有些事需要處理的，這個是、即會比普通人會多的情況，那我都是處理得多了，變成、即是接受了、我自己都會有做得不完美，不過我之後找方法怎樣處理啦，這樣所以做做下呢個人就接受了、接受了我都可以有問題又會放鬆了，譬如我太太都會有時、無論我講的訊息、有些地方甩漏、或者是有時跟人相處有些人的說話我的回應、他覺得有些可以改善他會告訴我聽的、我聽了呢我就會說好啦我留意啦，這樣我就會多謝你啦，這樣即是 我不會覺得那些就代表我是沒有價值，反而我覺得我接受是有價值，因為我就會提升的，如果我不接受就變成一個我變成一個固執老人家我就不想成為一個固執老人家，我想是始終是一個能夠願意接受人意見的人咯，但是有時有些無理的，我覺得無理是他的問題，我不用放在心上，而且也都我又很感謝神，神一直開展個領域，我都希望大家看到那個領域的擴闊，而心裡面有個心就說、神現在喜悅、即他在個今天的分享裡其中他說、他好幾次神跟他說、就是、你看看姚師怎樣祈禱、那個部分我就今次沒有給大家看，因為如果不是太長，在網上我放了兩條片都是他，一條是長一點的，之前又有的，即是他之前聽到神跟他講，跟他講三次，你看看牧師怎麼為人祈禱，他初來不聽，他又要睡覺，他又沒有興趣，然後第二次聖靈又叫他，他又沒有興趣，第三次呢他聽到聖靈這三次跟他講，他就出自動動了，他看到聖靈的能力，還有多次聖靈跟他講，即是神會使用我幫他，有他就今次他又問神到底這個教導有多重要，他就看到很多黃金，又看到我在中間，即是說這個是一個好像黃金的教導，我不是說我聽到我不是覺得我自己好，我是覺得神好，神在教我，那 你發我講的時候我講什麼都是說、神提升我們，神幫助我們，我們一聽話神很歡喜的，即是我由開始到後面都是講神的恩典的，我中間會講人做什麼，咁呢個教導咧，就嗰位老師聽到咧，佢覺得係真係好需要。咁佢甚至尋日同我講，佢話即係我哋需要開個神學院啊。咁我話你問下神先啦，問清楚先啦。咁佢話佢識得有啲好多牧師，同埋有好多神學院。我話好，呢啲好啊，我願意嘅，我一定肯去幫。咁如果我去幫咧，嗱你哋有心嗰啲咧，就可以操練啦。嗱，譬如有時有啲教導，我真係想大家練習講嘅，最簡單嘅討神一樣唔難嘅。咁你就算我講過曬，你上嚟講，講得好流暢，或者講得有生動同埋感人啊！即嗱點樣感人咧？我形容啊，即我要鼓勵大家點樣去發揮生命。譬如話啊，討人討神喜悅係唔難嘅，咁你可以用個對比啊嘛。對比就係話咧，有時我哋想一個人歡喜我哋譬如有時想父母啊，或者一個老師啊，或者有時個領袖啊歡喜我哋。你做完
希望佢會稱讚一下啦，留意一下，點解佢又冇留意，或者留意到又覺得你仲有好多嘢要進步。咁但係耶穌咧就話：一杯涼水都唔係咁大嘅事啊，做咗一個小子身上都不能比得上次。即係耶穌即刻就讚賞先喎，耶穌唔係第一就話你仲有好多未做喎。咁所以令到我哋會覺得哇好輕鬆啊！原來我做任何啱嘅神都歡喜嘅。咁呢一樣嘢就會令到我哋有動力啦，即係講得有生動啊！即係你邊個能夠上台分享，你首先錄俾我聽啦，講得出嚟好生動啦，我就會請你上台講啦。你講完一次，下次我又再講一下。你講下講下咧，熟習啦，即係能夠有感情地將一神嘅信息咧，要觸摸人嘅心態，唔單止係思想嘅，有感情係會更加人被感動，因為神都有感情噶嘛，佢因我哋喜樂而歡呼噶嘛，係有感情嘅，佢會擁抱我哋噶嘛。咁我哋知道啊，原來神有感情，我哋都係有感情嘅。咁個生命即係呢度一路提升啦。咁因為我又睇到神一路提升我嘅教導，咁我係覺得有啲可惜啊！到我咁大年紀先至咁多最好嘅教導，有啲最好的教導喺呢最近呢幾個月先慢成形得最穩固啊！輕鬆得勝嗰陣時咧，都係已經有好多啲教導嘅，但係而家成形得更加強。咁但係咧，我感謝神，我雖然年紀大，但我依然係好健康。多謝神，我有力量，聲音仍然好有力量。咁即係我喺神裏面，我有安全感。所以就算有啲人講啲咩唔緊要啦，進步咯，進步咯咁。咁我就唔放在心上，即係個安全感啊。咁大家諗下，你能唔能有呢個安全感咧？咁樣。